Here's a look at it. 是安怎啊？我连这种。白飞蝶影，这电影内底，英格丽褒曼跟亨弗莱褒姐在酒吧重逢的时阵，因为就是这款香槟鸡尾酒。这个时阵，亨弗莱褒姐对上心爱的导演讲 ：“Here's looking at me。”大概看了一段啊，我拢是感动的，因为我心内嘛一个查某人，我嘛想要对伊讲一句话。咱实在这么久啊，你无看电话讲话的习惯，也是不改。李美露孤单坐吧台，这个所在应该就是爱讲一句话。特助，你在哪家？你徛包台后面协调酒。我平常时无聊的时阵，家己调一罐酒来啉。拄只听到阮大小姐点酒，我就轻轻调一杯香槟酒的酒来请伊。这应该是电影《北非谍影》里面的香槟鸡尾酒。这杯酒是你的，拍摄啊！我料准我是要喝的，不要紧啊。啊，不过电影内底男女主角饮了这杯酒了就分开啊。男主角把女主角送上飞机，对吧？走，这个无下了。啊，我看啊，心态哦，是真正做想要送我上飞机。路行路好，吴总诶，不管怎讲，阮大小姐拢是你的家老。过去我无想要阁讲啊，不管你要接什么人回来，对家己太太基本尊重总是爱有，安尼才袂辜负阮党的对你期望。白汉良，这是阮党的家内事，唔免你管。什么？咱是要来甲吴老板讲代志，还是你通知恁爸请白特助来聊三工？我是阮爸爱你来，啊，阮爸是安怎会知影今仔日阮要来遮找人讲代志？其实我甲吴老板还约你才见面，本来我想要亲身调出来交代你，想袂到意外的是恁，我嘛叫意外。你冇甲吴老板约？吴老板不是跟咱新疆的，还是咱时间误唔对？吴老板，再请。吴总诶，你已经先到啊。白特助，恁头家万党诶，甲吴信泰嘛是亲家呢，你算起来，今日拢是家己人哦。吴老板，之前你已经先跟我讲好啊，讲愿意要跟我合作，今嘛。我想要跟万海金融合作，你是怕什么上头呗？当然话给。哎，吴总哎，来讲到这歹听啊，什么上头呗？啊，无人规定雄狮光电一定敢那会用跟恁做生意呢？做生意本来就是看谁介绍出较悬，啊就上得着啊，对吧？恩老板，五三集团，你跟这小姑哪届啊？上后面拢已经讲好啊。你即马雄雄改变心意，安尼嘛是过无讲道理。大小姐，慢咧讲啊。啊，万海金融甲五三集团，一边是你后头厝，啊一边是你后婿。不管是倒一边摕到，对你来讲嘛是拢同款啊。你卖嫁翁了，心肝内就敢那物价，拢甲你后头厝放面。你唔免伫遐咧西人，阮五三集团。我黄老板的介绍嘛是袂歹，小心小摊两家人。我讲一句公道话，卡准今仔日你签约啊，
我自然要来插手。啊，不过恁即马还搁伫讨论的阶段，还未成定局。这个亲像买厝同款，就准讲你付我全金啊，啊，我一定会成交。家己做生意立场，我安尼做无啥物问题。这个亲像男女的交往，还未结婚之前，只要有一方面无满意，随时划切就让切，这是个人的自由。这种行为叫做劈腿，做生意袂当安尼做的。对啦，副总诶，做生意嘛毋是像你安尼用骂、用威胁的安尼类型。你也是想办法找一寡较好的条件来说服黄老板，安尼较实际。进前拢是吴信贤甲黄老板的计较，你即摆趁伊出车祸住院的时阵，你即个做阿兄的就走出来抢小弟的功劳，对吼？啊，你之前不是万项代志拢无要无紧，即摆来向出面来讲生理，敢讲是为着你外口借宿行主来铺路？连你太太你用请出来斗三工啊？白汉良，阮母家家来事，阁轮袂到你一个外人伫咧遮滴滴嘟。就算讲黄老板会因为恁，予伊个大饼来出卖阮，也毋过摇摆无着屁股。林刚伊嘛因为别人予伊个大饼来出卖。罗小姐，注意你个态度，即马是咧讲代志，就莫甲我当作是万家大小姐。我个新婚是五山集团的大小奶奶，是姓泰家啊。是嘞，是我讲唔对话。我伫遮，甲武总的阿哥总经夫人回去。夫人，安尼有满意无？一杯若是无够，我会当喝三杯。唔免啦，咱今日来是讲公事的，你代替阮爸来，也毋过我嘛是为着母家来，咱各为其主。新年，恁爸爸做出这款人情情、真信命、建立陪伊的代志，你敢事先拢唔知？阮爸真正无甲我讲过这件代志，我若是早就知影黄老板要跟阮爸合作，我就袂主动要找信泰做伙去找黄老板啊。就知影真相的时阵，阮两个当场嘛是讲起啊。你明明知影恁爸爸最近甲咱有扣家，你应该搁较注意才对。奇怪，这陈长胜甲秦家近期毋是为着各位好心汪一玲的代志跳化平啊？也好像陈东俊那也跳出来替秦家背书啊。陈东贤跟陈东俊这两个不要紧，到底是变啥吧？啊，不是讲好要合作日月新饭店的开发案啊？那个不计出啊？因是不是想要上淘宝，要吃嘛要提，这分明就是要有信贤派工。那是信贤哦，早就知影黄老板的心理，啊，无让你要确定。喂。信贤也是黄老板巴肚内面疼啊，伊要哪会知黄老板在想啥？颠倒是你啦，三不五时就到回你阿头厝吃饭，我都不信你无听到什么风声，连察言观色都袂晓，你哪好意思讲阮信贤？阮爸真正无甲我讲过这件代志，无听到内鬼就是你啦，你是信泰的敌人呢，一寡。真机密的物件，拢会经过你的手，一定哦，是你无细意，泄露上市光电的代志，让恁爸爸知影，恁爸爸才会咧背后创空啦。啊，若无，谁会知影飞鸿会一波拍成啥？妈，你无证无据，你袂当安尼冤枉我。我讲的哦，嘛不是无道理啦。
就连爸吼拢无发现恁爸爸嘛咧孝顺女人这块大饼。恁爸爸哪有可能伫一礼拜这么短时间内，就甲黄老板又话过？找你变作解释。我若是有收到风声，我阁有需要陪你做伙去。为着替你讲话，我连阮爸的心把白汉娘我拢无伫信道啊！莫阁是替你呛声，就算讲是说伊两个嘴皮，我嘛无要紧。我安尼维护你，结果你怀疑我，安尼敢对？你是我的太太，为我本底就应该啊。迄个白汉娘伊是啥物身份啊？只是一个下骹手人，竟然敢无站无站，当你的面甲我口说。有信太，我著甲我查，我无恶爱心互你看。我这么维护你，结果你安尼对待我。大帅，莫阁遮尔生气啊！即摆大家只是伫咧讨论，要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，毋是要找人提下责任的。搁再讲啊，爸妈嘛绝对袂无证无据，就甲所有责任拢撒互你。对，我承认。我还跟你扣分信贷伫咧外口，迄苏先生要倒来领走归账这件代志，迄是因为我爱伊，我无希望看到伊甲迄个查某生囡仔离开阮家。啊，不过这是人之常情，恁无人要同情我，无人要尊重我甲莹莹的感受，即马投资讲袂成啊，就把这所有的代志拢撒来我遮。既然恁大家拢把我当作是查来看，那你好啊！以后的公司我拢卖管啊，我拢卖插手啊！只要有信泰先生，家己处理。失眠啊！白汉良，我问你。你头拄伫个会馆，你是要倒一出啊？你哪会甲迄个李伟私底下有交结？你害我迄个时阵，面子拢唔知要放到倒位去？你是存心要害我甲信泰闹开的？我无迄个意思，我真正想袂到你会出。啊，不过你真清楚，信泰伊一定会出现。我是伊的某，我阁是伊的嫡祖。你用脚头去想嘛，知影我一定会陪伊去啊。我廖准公来的是有证件。那会想得到来的是恁，恁莫伫遐找借口。你的消息一向拢真灵通，你莫甲我讲，你唔知影信贤出车祸在大医院，伫这种情形下出现人一定是信泰。你嘛莫甲我讲，你唔知影黄老板有找阮去，你就想要伫遐扭关格。这我当然知影。知影你搁讲，你看到我伫个遐，你就爱管好你这支嘴。结果你当场煞对信泰借口道谢，安尼算啥？我针对伊是吴信泰，这甲你无关系。我甲信泰是翁仔某，阮是共体。你骂伊，就等于是咧骂我。我只是想要替你出气。你无在替我出气，你是在害我。毋若伫个会馆，又在人安那口说我甲信泰。就连我回去到病院，阮大官大家嘛在骂我，怀疑我就是廖白啊。就连我的翁婿，伊嘛无要替我讲一句话。我等于是去予人连扫无聊两届，你敢知影我的心情有偌歹？我只是唔甘的。你让吴信泰领路这么多年，你的心内，你的地位无比人家的家具关到倒位去，是安怎你受了这么大委屈，拢会家己人吞到巴肚内？